小会老师，我那叫老师了，因为我逐年迄个开会迄个种子教师哦，我那下一周讲师了，所以咱当可以叫老师了。伊中山医学大学的台湾语文学系专任的讲师，嘛是目前吼新竹教育大学的个语教系的博士班的迄个好专员啊。所以今嘛伊阿个底下足怕病的啊，做这代志吼。那今嘛起吼，个大家来分享巴克的一份对台湾社会甲台湾企业的贡献吼。啊，属于像这是所谓的我六七当前外事处的我的总书办的吼，加大家来分享。所以这是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一个大纲吼，好，可以先想要简单小拜伊个环节的历史吼，然后咱要来看伊个语言的特色啊，为本质本体的特色啊，甲语音啊，语速语法，然后要来看本伊个文化的对应啊，最后是咱的结论啊。啊，咱知影讲基督教进入台湾吼，是比基督教进入中国更加早吼，是对荷兰时代的进入台湾啊。主要对象是西班牙的民众嘛，哈。那么当伊退出台湾了后，哈，因为这个传教的工作无煞接落去，哈。啊，煞基督教怎转去，哈？怎等于讲辅导一部分，搁有保存伊的信仰，搁来这个时间，哈，无继续落去。啊，等于是留了真侪这个文献，哈，你知影真出名的新疆文书，哈。啊，一直到十九世纪中的时阵，哈，咱知影讲拄好西方教会有一个海外宣教的运动，哈，所以伊搁兴起来，哈，啊，就对海外来宣教，所以台湾呢，就是一波的宣教运动当中呢，来受这个利益，哈，所以一八九五年，就是咱在一个基督教会马可医生，哈，来台湾，啊，伫咱台湾府城这个所在设立一个宣教的中心，哈，啊，就。基督教会的历史就对安尼开始哈，所以这140多年来咧哈，这个基督教会透过医疗啦、传道啦、教育啦、社会服务等等哈，已经成做一个真本土化哈、真本土化的一个教派哈，啊嘛是保存真侪文化遗产哈。啊，咱知影讲对台湾上影响上大的台语圣经哈，到现在为止还阁是翻译哈译本哈，所以咱。要来探讨这个百科的部分。其实自1850年代哈，就是中国遐个两遐传教士咧，就一直哈陆续有咧翻译圣经，哈，啊，不管是大本的哈，就比如讲1850年的约翰福音啦，哈，啊来路加福音啦，路加福音等等，哈，拢是一本哈，无甲做伙。啊，所以后来马可医生咧利用休困的时间来翻译。遮个散本呢，甲合起来吼，啊，然后伊家己阁有进步吼，进步了后，伫英国吼出版一个咱个救助耶稣基督的信仰吼，啊，阁有古约的圣经吼，所以这是早期伫台湾吼，是讲伫厦门迄个所在咱使用的圣经。啊，一直到1884年咧，中华战争吼，啊，传教士呢，因着刷皮呀，哈，就是小秘一个安尼哈，啊，底下因决定讲，哎，咱做回来更新翻译一个圣经哈，所以有英国基督教会啊，加拿大基督教会，啊，个美国归正教会等等哈，本来机构因做会哈，做会落去做组织一个委员会哈，啊，然后因有出版一寡哈，嘛是单册修订本哈，啊，到后来就是因为伊用。中国咱地区的传教士呢，因要出和合本的圣经，哈，和合本伊当中分作三种，哈，一个是亲文理版，啊，一个是浅文理，就是亲文言甲浅文言，啊，佮有官话白话，官话的圣经，中文圣经，哈，所以因着暂停这个修订的工课，哈，因为讲，咱一寡文学，一寡宗教的语言，哈。我总搞个古书爱统一，哈，就是中文的甲台语的，哈，甲这个闽南语的，哈，爱统一一点，哈，所以因怎暂停这个修订？啊，搁一直到1913年，哈，巴克利文书呢，伊就是接落来
这个工会，讲好，我来做这个就是门音诶，这个圣经的翻译哈。所以伊参考原文哈，你讲圣经原原文，新约是希腊文哈，古约是希伯来文哈。所以的整理了的出版完整的新古约的圣经哈。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哈，那拄着哈，比如讲拄着日本的轰炸哈，啊，甲伊的一个手稿拢烧了了哈，这个过程是真辛苦的哈。啊，不过就是咱真有福气哈，最后这个这本圣经啊，真顺利出版嘛，得到真好哈，真好的回应安尼。一直到后来就是因为伫台湾的所在哈，咱知影受到国民党政府诶通知了后哈，白话字哈，罗马尼可以认为讲这是哈加。甲中共迄边吼有相通的嫌疑吼，所以就禁止白话字。所以白话字伫台湾抓无法度吼，搁教育嘛无法度伫教会吼，无法度主流嘛无法度教呢吼，所以全失传去啊。所以圣经公会呢，则伫1996年呢，经过两位长老吼，就是公山的林文辉长老吼，一位是家己的李英长老吼。这两位长老的手稿哈，应该白话字翻作汉字哈，交予青年公会。啊，最后青年公会因则出版一个台语汉字本哈，这嘛是现在现就是咱伫教会内底当看到哈。啊，这本圣经呢，听讲伫迄年出版的时阵哈，是这个荣登那个排行榜哈，就是畅销书排行榜哈，就是前不知道前几名的呢哈，就是前靠前。拜名的对哈，虽然咱来看，把这个也不能语言的表现哈，咱来看文字哈，文字是使用白话字。其实咧，伫19世纪哈，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迄当阵哈，伫中国个文化圈就是流行哈，拢有用就是当地语言哈，甲翻作罗马字哈，所以底下有出版。上少有18种方言的罗马拼音的圣经译本，哈，有上海话，哈，有厦门话，哈，各种地方的方言，哈，所以数量达到243种的版本，哈，243种，所以这是就真大一个数量，哈，就是表示上先讲的所在，就是伫闽南地区，哈，尤其是厦门迄个所在，遐的出版品呢。搁加真济吼，啊嘛通行到海外去，到庙遐所在嘛会通吼、哦。所以台湾呢，就是因为较厦门即个地理位置相化吼，啊语言就相通吼、哦，所以参考书因就是用即厦门传统的经验来推测这个白话字吼。咱嘛知影讲白话文书吼，以前就是一直咧推测这个白话字。因为伊认为讲吼，咱要传教要成功吼，上主要就是讲信徒会当家己吼，家己爱家己去读圣经，家己跟上帝直接的沟通嘛吼。所以伊认为讲，若是用汉字吼，是无法度达到这个成果吼，只有用白话字才有当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嘛，真热心吼，除了翻译圣经以外吼，搁创办分享到绘本吼，这是大家拢知的一个历史啦吼。啊，伊个母音呢，咱知讲伊是厦门音，吼、哦。那谁人要敬厦门音呢？因为伊要甲，就是讲，圣经吼文字化，就一定爱选一个标准字，吼、哦，就是讲爱选一个做标准嘛，吼、哦。啊，厦门迄个所在，吼、哦，19世纪是一个港口，嘛是真做一个文化经济中心。所以厦门话真自然，就变成讲，吼，就当作是闽南语的标准语言嘞。啊，台湾伫较早时代，吼，日本时代嘛有这个倾向，吼，认为讲，咱若要一个讲迄个河洛话，吼，就爱讲厦门话、河洛话安尼，吼，所以真自然的刷掉这个传统，吼，用厦门语来做这个白话日本的语音。所以嘛，受到台湾人来接纳就对了。伊个故事个特色，哈，其实是真侪话，较简单，哈，咱来小解一寡，哈。比如讲，伊保留真侪早期个台湾话、闽南话共同故事，哈。比如讲，咱讲暗箭，哈，凹桥，一叠，
吼，即即摆现在其实人毋是教会内的人，其实是听无的吼。不过伫教会内，咱那会定定听到，就是讲伫圣经内看到遮的故事吼，就是因为讲把这个日本伊军事化了后，把遮故事拢保留下来吼，而且伊的天道故事吼真丰富。哈，除了咱一般较食咧用诶，哈，真安怎安怎，非常安怎哈，咱有真在哈，比如讲真在惊哈，大什么大生气、大欢喜哈，急哈，急脾气哈，到急安怎哈，不知安怎哈，爱用贴书来强化语言哈，比如讲坐坐哈，坐坐人哈，炎炎一边哈，切切天波哈，到到挂挂落水哈，等等哈。然后伊一寡故事现在已经改变吼，比如讲伊是用流传代表传统吼，伊重视表示感谢吼，伊思虑嘛甲即卖现在用无共吼，比如讲遮个故事吼，拢甲当作及物动词吼，动词来使用，比如讲应跟上帝吼、利益人吼、等等吼，伊嘛用一个基本词嘛吼，比如讲所未来是你嘛，还是阮的嘛别人啊吼，即、这个计毋是目像个囝嘛吼，等等吼，这是伊故事个特色，这是跟现代家己较无共款个所在吼。伊个语法呢，其实有受着文言文甲英文个影响吼，比如说，比如讲伊从即个就是。我说，苏州哈，就是 preparational and phrase of location 哈，特地动出来后边，啊，比如讲三日后找着伊伫店里，反正一般现代代应该是讲三日后啊，伫店里找着伊，哈，这是现代代伊的习惯嘛，哈。啊，第二个是讲先行词哈，伊会用代名词去放伫后边，哈，比如讲。伊学生嗲白水用手对伊来食，咱白出现这个伊，吼，咱是讲用手夹对来食，对吧？吼，所以这个伊，吼，咱感觉伊出现怪怪，吼，你受用伊的影响，吼。第三个是讲伊，伫动宾结果后边直接用补语，吼，比如讲，因教授的如何听各项代志明白，吼，咱其实爱用，吼。甲各项代志惊辨别哈，咱现在在强调用诶哈。另外咱来讲看伊文化对应哈，咱知讲伊是用真小代真侪犹太诶文化哈，伫台湾人知哈。啊，这是咱家己咱看论文内底哈，诶表格内底哈有一寡咧哈，就是讲伊会当互当时诶社会哈了解迄个犹太诶文化。接下来来看伊贡献哈，其实圣经是对基督教哈，对基督教的语言呢上稳定的作用哈，因为礼拜哈爱做礼拜，但你嘛爱灵修看圣经哈，所以对基督教来讲哈是让起有一个稳定的作用哈。啊，咱讲伊提升家己啊，咱对家己无伊的自信跟认同啊，因为对14世纪甲16世纪欧洲因开始在注重讲用家己的语言。去翻译圣经。啊，伫台湾来讲咧，吼，咱较早受中国的影响，吼，啊，头先人拢敢那认为讲，哦，敢那中国的汉文则是有知识的，吼。不过咧，把个日本的翻译，吼，伊是用咱一般人的口语来翻译上帝的话，吼，所以这是把咱台湾人的口语，吼，提升到一个国际的地位，吼。咱就当用咱个日本语来贯通世界的经典。第二，咱讲伊吼用白话字书写咧，是教育性的有比母语读写的能力吼。所以咱三讲伫较早吼，咱会当看到可能古汉文吼、文言文、歌词，因为是阿文的吼，虽然是口语，都甲生活语言嘛相差吼。啊，你讲教育各科书是用卡达卡纳吼，所以这拢甲生活语言有相差，跟那白话字嘛是咱口语的语言啊，所以伊嘛。好，遮个徛伫上个阶层的人士会当吼，会当得到知识吼，但传达即个达到传达价值观的功力。对台湾来讲呢，因为圣经的内容真丰富吼，伊有法律啦，有历史，有诗歌吼，所以这嘛是一个台湾写作的真好的范本吼。再来来
看哈，伊、是就是讲伊个脸，咱真做一个语言变化好好个材料哈。因为圣经翻译原则就是讲，你爱学上帝话语哈，用当地的语言哈，算用上帝即时哈，出时出地的福音。所以是上会当反就是讲反映迄个时代甲迄个地方哈诶语言时候所以安尼咱就会当哈，就是借着无同款诶版本来做语言的研究安尼哈。最后咱呐看着讲伊是就讲咱看来讲圣经到2020年为止哈，是翻译的版本是2798种的语言。大约世界差不多40%的人口是第二年圣经，哈，咱在咱用某个版本的圣经，哈，来做一个文化的对比安尼，哈，啊，咱最后就是讲，把迄个日本的虽然，哈，跟咱即马读起来，感觉讲已经过时代啊，哈，已经到即马载体已经无同款啊，不过呢，我相信讲伊伫很，就是讲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啊，拢犹阁是有伊真尊贵的一个地位，好，我报告到这，谢谢。以前有一天，我电邮会教授打电话来，我放在办公室训练讲话讲，郭博士啊，你个博士论文我看一下。我那博士论文，我伫迄个语言人语言总局看到讲，你要写大千米的原点的原点，甲台湾甲全对台湾人过现在一个影响。我对阵个 proposal 写出来，都到尾都我博士科都怎流散去，所以怎无写。啊，伊讲伊要用心一挂台湾语言的博士，所以今仔日伊就困难去吼。第六位教授所用心的台湾语言的博士，就是拢在讲这台湾语言对巴克利的是的迄个翻译到今仔日，经过日本时代，经过中国时代。看的五年的变化，到今仔日的变化，其实真很重要。所以我真欢喜今仔日刘秀梅老师啊，那个当家，这是其中一个第六位教授的所牵绳的学生的一个吼。啊，伊有出版一本册，讲上帝用台湾话甲咱讲话啦吼，这是伊的迄个硕士论文啊，公布上台出版吼。所以。这个圣经的翻译，我们家有就不够大人看，就是我伫圣经公会20几年的中间，将全世界的圣经哦，伊个样本哦，迄三本马可1章1节到第4节，改翕起来，全世界的圣的语言。即摆讲甲去年已经2700几款，啊，阮哩这时阵是干呐1500款，即只内面有1500款的语言，啊，所以你若爱知影讲对一个语言，哦，拄只迄落，对讲哦，伊个语言哦，都 French 啊，到尾是去福建就得去了，所以伊只语言诶，原来对对来，哦，啊，即摆就是对在用。啊，后来是变作新的语言，那这个语言的名称，咱现在讲台湾话，啊，咱总在讲，这台湾话是1850厦门话，哎呀，厦门话咱讲叫做台湾话，我福建人看到我这本册，看到我这个文化，我就讲你能写到台湾话，1850什么台湾话，所以这个语言进步的。这 Serbian Croatia 原来他们该用这几个语言 Serbian Croatia 后来独立了都没事了 Serbian 你们 Serbian Croatia 你们 Croatia 啊，所以就会变成两个语言，所以这个语言的名称还是真的真大的，所以这个 Dutch 跟 British 还是说 Germany 的语言，那这个圣经对语言的稳定对一数用了这句的翻译，啊，那个英国的卡巴的1535圣经的翻译，或者那个一数二六的那个听的翻译，
请侬加做伊个语言的一个稳定，啊，英国的语言的统一就是那个 King James Bible 开始统一。那咱台湾话，其他这个当会当保存，就是靠这个天一个把这个圣经。恁知影以色列复国了后，伊要做出以色列语，伊是基古用个圣经去做出来。啊，希腊去学托尼基。征服几啊百年，因为希腊语无去，后来要阁恢复希腊语的时阵，伊来经过圣经，阁去恢复希腊语。所以圣经正做保存伊的母语。所以咱今仔日台湾话，把起来的贡献，就是咱台湾话虽然变化遮济，所以把起来的圣经是足重要，咱保持。啊，真正台湾的原因，拄只阮老师无讲，就是伫1966，阮几个人去东京参加即个圣经公会主办的圣经翻译者会了后，受派，我就爱开始翻译台湾的圣经。啊，迄阵天主教的代表甲阮做伙来翻译迄个1967出版的司法有关。啊。啊，今仔日，张德荣老师讲我，当时